边的风还是有点大的，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听得清我的声音啊。他们三个就走到水里边去，我怕他们走得太靠里边，因为小朋友一玩着水就撒了欢了，一个一个都是黑色的小脑袋。可以租这个船玩，这边是有一个 beach rentals， 现在在的是这个 Rotary Beach， 这边就是 Kelowna 所有的海岸的开放的时间还有地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我看到这边有这个可以 rent 这些东西装备的，可以划这个船 kayak paddle bars。我们只要想玩这个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两个我们可以考虑一下。我们现在正好两个大人，三个小孩，25块钱一个小时，45块钱两个小时。我刚才上了 Okanagan 那个 beach rental 的网站查了一下，它星期四才开放，我们今天是星期三，就没有办法租那个船了，玩不到了，下次再来吧。大家如果来 Okanagan 的话，他们很多的餐厅还有一些游乐设施 weekdays 都不太开的，尤其是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，虽然游客相对少，相对空，但是很多地方是不开门的。如果想要玩更多的东西，那建议大家还是周末来，因为周末它的活动的项目会更加的丰富，但是相对应的人也会更加的多，所以要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和预定。好大的风啊，他们的伞都已经被吹散了，都收起来了，沙子都迎面吹来。我的天，这个流速都吹成这样，一个风帆拉着它就在水上飘。这个也好玩，但是要大一点才能玩。4:30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Angela， 你不要 chase 他好吗？你会吓到他的，你不要追他。换衣服，我们走了。这几个小餐车点了，就等着这个 taco 好，我们就直接打包当晚饭了。哎，这刚才给 Angela 买的这个情绪戒指，一大包。我们现在出发了，5:03，系统显示的时间是9:30到家。这个里边看着好丰富啊，给我咬一口好吗？谢谢。哎，很多头发戴帽子戴的已经全部乱掉了。我尝了一下 Angela 这个，超好吃，而且非常大的一个 fish taco truck。我刚才视频里拍到了那一家 truck， 这个 plant pot 炸鸡还是炸薯条？这个是我点它的主打餐，就是这个 fish taco， 是什么 potato？ 它里边有这个酸辣椒，肉桂的条。这一家的 truck 做的东西都很好吃。是吧？嗯，非常好吃。好吃吗？好。你点好咖啡啦？对的。怎么了？采樱桃采的都，吃的也多，最后吃到现在吃的胃疼。山火飘过来的这个烟，他那边山火好厉害。他那有那个烤肠，刚才有加热。你们谁要吃吗？向着西开，这个夕阳太吓人了。你什么感受？一点都看不见，现在是盲开。我是 Kiana。